区上再来一个 QQ 的，一刀接个 W， 在这个区上。好，主播的细节啊，主播的打野是非常的有细节的。我不吹牛呗啊，真的五万打野，哎，对面算是倒霉透顶了，知道不？当系统把我不去打野的时候，这局游戏已经输赢就已经定下来了。全军出击，看好啊，看好！江狗这个路是非常的有细节，非常的有操作的。我就不重复了，好吧？这把我靠，不是大哥，你别送啊！咱们先第一玩好打野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会刷野，知道不？有些人天天给他说自己打野有多牛呗，其实野怪都刷不明白的，打野就等于入门都还没入门，知道不？打野要先会，为什么叫打野？你要先会刷野，再才抓人，再才是打团，知道不？这三个是缺一不可的，而且进阶顺序就是刷野打人，刷野抓人，然后再是打团。刷野的话又分很细，又分反野和那个守野区，知道不？和偷野区，这些都是有细节的，知道不？都是有细节的。啊，主播将这些细节都融会贯通了。虽然说我平时都在玩上单，但是我的打野是非常之在业界是出了名的牛掰啊！天下英雄文武名，无不上单。看到我的打野都得抖上了眉抖啊！我靠，直接开送了，这么快？太对了，这把送二十个先。少送二十个，我都瞧不起你们，知道吧？送二十个，让我来把天崩开局。我喜欢玩天崩开局，知道吧？不是大哥，你这个东西也能给我减速啊？出暴击吗？等会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不想说话，知道吧？我现在不会告诉你，差不多，任何东西都先留给，要是有惊喜的，知道不？我直接说出来就没意思了。我再告诉你这把出什么，这把怎么样玩，那你就是不是觉得索然无味？我在跟你玩的过程中再给你一个 surprise， 比如说我在要死的一瞬间直接突然一下把血吸满了，你们是不是就觉得又惊喜又刺激又意外？ Ally slain， 注意危险。 Nice 什么情况？已经开始了吗？好，再送一点，太少了。摸躲A 接扣一接 W 接扣一二段，再接 A 接拉回来扣三再，我这他妈不掉血啊！我操！坏了，碰到，没事，我们现在打不动他，先忍他一会儿，先把装备补了。中单泰坦，哼，继续送，多送一点，这不才送五个啊？没吃饭吗？继续送，给我狠狠的送，给我送到五十个。我想要一点难度，知道吧？告诉你们出装怎么出啊？我觉得还是跟上个版本的思路一样，知道吧？这个版本没什么太大变化。第一件咱们直接来一首小中长，知道不？直接来一首小中长。小中长来完了之后，咱们直接来个那个是哪个呢？就那个，知道不？就那个。然后这不荷兰选择去上路蹲。我希望他们看到，我希望他们瞎子，我他妈再瞎这边还有个眼，瞎也瞎不到哪去了。注意一下一个沉淀 ，A 一下一个 Q 弹，再一个 W， 再 A 一下一个 Q 弹，先把人做掉，别急。一刀加装往后面走，一个闪现 AA， 一定要往后面退，知道吗？这是我们死追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他以一个正常人类的反应速度，他是不可能将手直接放在闪现上面的，他肯定是会先点普攻，知道不？或者点其他技能，他的手会在其他技能上面。我这是直接一个闪现过去 ，AA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，他来不及闪的，哪怕他有闪，如果他没闪他也死了，他有闪的话，他就会被我操作死，懂吧？这就是主播的手法，来给我晕住他。闻到经验了，这不很赚、啊？不是大哥，你刷我野啊？亚美罗，哥，你好好玩好吧？你不要刷我的野，你可以送人头，我不会怪你的。你不要刷我野，不腻子。OK。坏了，他妈塌房了，我操！先买个这个。把他们塌房了，我操！谋一系啊，谋一系。
别搞了，兄弟。大招起手，E过来撑盖 ，W 一下一个扣一段。这时候我造，我造。你觉得你自己很帅呀？啊，卡尔玛，你觉得你自己老有意思了是吧？我这个手感啊，这把这边怕是有点难控制啊。挑战这个 W， 有平 A 吗？他可能杀，没蓝了，杀不了。我靠，都传走了。哎呀！不是，别恶心人啊！不行，自信没这个重要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在路上，大哥。我操，还暴击了，我操，快快快，兄弟，你是瞎子吗？闪 EQ EQ 啥嘞，也行，但我没助攻啊，我靠，不是海鱼，我靠，不是，他吃我野怪呀，自己有点绷不住了，我操，还行吧，还行吧。不是，我这要防，我这防对面也就算了，我还防我队友，我瞧。妈，这是人类呀。没事啊，我就喜欢这种高难度的，知道吧？难度低了我不玩，知道吧？难度低了我不玩。只有这种高难度的，我才能享受这个翻盘的过程啊。带的是这个。露露，你先退一下，露露，你先退一下，你先退一下。那个露露，露露，露露，你先往后面退一下。哎，我找你。防御塔布层即将脱落。没事，这波我觉得可以干。怎么说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来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跟我，你跟我路。往中路靠，这个没闪，这个没大的，这个没大的。看这个，看这个。What the fuck？进南区，变太阳，变太阳，还行还行，可惜这波没变了羊，变了羊应该宰了，我靠，快把这个杀了，快把这个杀了，哎呦，我看到他的头疼，知道不？别戳蓝啊，别戳蓝，露露来蓝，露露露露露露来了，蓝 buff 来，蓝 buff， 我操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你陪我守蓝吧。没事，你这把你吃完线跟着我就行了。我们去把线刷完就游走去。我们两个能 C 的，你相信我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听我这个声线，就非常之，是不是非常之有安全感？来来来，吃中来吃中，快快快过来。别急啊，别急，你等我发育一下。哇，这把这么难的，我机智局啊，我造，哎呀，多坦多坦多坦，来看他看他变太阳变太阳变太阳，有变阳吗？他没大的，他没大的，别怕，我能救你，我能救你。哎呀，大哥，你为什么不杀他呀？
他呀！我操 ！OK OK OK， 那我们三兄弟怎么样？我们三兄弟如何？陪我打龙呗！泰坦别回来，泰坦别回来，泰坦别回来，别回来！对对，陪我打龙，陪我打龙。路子快过来，路子快过来，速度速度！我限你十秒钟内必须得赶到我面前，不然我整死你！直接给我进的，直接给我进的，直接给我进的！我开大了，能控这个老鼠吗？老鼠没闪的，看这个鳄鱼，看这个鳄鱼，好快的，嗝屁了你！走走走走走走走！每次我这么回家就无敌了，赢了赢了赢了，随便打。我说的，当我玩打野的时候，我不管他是牛还是马，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只要我玩到这个位置，这就输不了，就直说了。我爱说点小实话，你吃，别放弃。你不会以为你针对得了我吧？我是不可选中的，知道不？建模不受影响。啊，像我这种顶尖高手，我就直说了，再来四个坑杯，我都直接带他躺赢，知道不？一级城，再一下一个 W PV 的，再一下一个 Q 的，一级向后面拉扯一下，一个 Q 三一往左边拉，这等个大招，我们一刀先把他秒掉。小咖的，你是跟我装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英雄联盟手游最细、最快、最屌、最帅的建模，哈哈，人生黎明建模啊！这一个 Q 二跟这个 W 一个 Q 三，所以一拐 A 一刀，再 A 一刀往左边拉，别急，注意眼，这个是泰坦来了，我没 Q 一的，再往后面拉一个 Q 二的，再 A 一下，来一个水起来，到这一个 Q 三，再 A 一下，再往后面拉一个 W， 这是他吃红路呀，我们这是一个 Q 一的，再 A 一下一个 Q 二的，再摸一刀一个成绩减速，这是在一个 Q 三，一刀直接斩，游龙游龙。哎呀，太残暴了！我说了，16岁的一定要在大人的陪同下观看，不然太血腥了。我说实话，这个我直播间都搞疯掉了，真的太残暴了。从来没见过从百草园砍到三位数的建模，今天你又见到了。上单不对，打野带动全团节奏。来拿争议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。把这个买了，下一件买。下件买什么？我考考你们，再把下件买什么？给你们自己去思考一下，下件买什么？你们要知道，其中我就不告诉你们原理了，好吧？你们要自己去悟啊，因为原理是很关键的，知道吧？原理是很关键的，我告诉你们原理的，这是收费内容，付费内容，到这去的 ，P V 一下 ，A J 一个 Q 上去，再一下一个 P 上，再一下一个 W，A J 拉回去。这只是个没闪的，我们一个 PV 一下 ，A 一下，再一下，这个血银不用交啊。W 一下一个 PV 段拉回来一刀，这个 PV 段假装不敌，实则丢脸连连。这怎么不敌啊？不是这个老鼠有点变态啊？但是我妈一万摸，他已经是个死人了，看好细节啊！先把这中线吃了，不着急，留他一条狗命。意外直接开大招，成绩狂点，注意，成绩一刀这个 W，Q 一下 A 一刀，不是我乱杀，你吃我野怪能你能干嘛？你就吃，你能把我吃死还是咋的啊？说游龙就游龙啊，下点做青羽啊，露露你去死吧，对不起，我是好人。算了，毕竟是一起共事的兄弟啊，我这不救他有点说不过去了。所以 A 一下一个 PV 弹，再来一个 PU 弹，一刀接个 W， 再 A 一下一个 PV 弹。不是想怎么杀就怎么杀，动不动就杀这么多，你让我玩打野，我靠，这没什么意思，知道不？啊。要不我戴墨镜跟他们打吧，真的，我睁着眼睛打，我要把眼睛眯起来跟他打吧。我用脚玩吧，我现在直接上脚了。用舌头跟他玩吧，用舌头跟他玩吧。我说实话，用手玩他们打不过啊，这怎么办？舌头跟他玩吧，不必理会啊。是的，小老鼠，不是让我回家啊，干嘛呀？先买这个，然后再买一个这个，结束了。这不能我骑啊，这我骑就鸡了。
我的 KS 不是怎么玩啊，对面怎么跟我打呀，大哥，我这不说，哎呦，我太惨爆了，我说实话太惨爆了，真的，我玩打野，哎，这把系统看来是有意而为之啊，知道大哥，知道大哥很需要，很需要这一分来展示我的实力，这不大招开的就不是特别的 beautiful 啊，谁踩的，太难踩了，第一段大招 T 一闪一刀，前面一个很惨，没秒掉。是的，不用管事了。哎，他没有死亡之舞吗？我靠，他没有死亡之舞。先往后面撤啊！十五秒钟大招，这是差不多点下路了。他没有死亡之舞，草原他是死亡之舞。Q 要当一个大队 ，A 技一个 P 上的，再一下。一刀先拉出来，他这波是没大的啊，别急。A 接 Q 一段大招 ，A 一刀一个 Q 一段，再 A 下一个 W， 再 A 下一个 ，A 下一个 Q 三 A。哎呀，所以说现在我上单是故意做节目的，你们现在相信了吧？现在我说我上单是故意做节目效果的，你们相信了吧？我哪有那么菜，我故意装菜的。看到你最高的时候，这不搂他兄弟，这不搂他，看着没，这个九头蛇屌不了，我这个九头蛇屌不了，兄弟们，帅不帅？我操，我这个帅麻了，兄弟。五三，我这不一打，我这不说我一打五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让你飞起来，喜欢飞，还有你，看到没？直接溃散而逃，但是跑不掉的，兄弟，叫破喉咙也没有用啊！喷他 Q， 我。无赖是吧？没虚弱了，我不怕你，兄弟。上了一波，上了一波。